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11月2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9月14。啊，明天星期五就是9月15了，希望大家多吃素，多念经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利用十几分钟时间呢，给大家啊做个白话啊佛法节目啊，这个。佛教呢，对人的痛苦和烦恼，经常说啊，是起源于啊分别心啊，也就是说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就是说，现象现在这个世界一切的差别，实际上这些正常的一些差别，其实在人间是很正常的，但是呢，起源于我们人的内心的分别，由分别然后起我执、法执，才会生出贪嗔痴三毒的心，然后呢成就了种种的颠倒妄想，让自己呢陷于无尽的烦恼啊。所以很多人说想解脱，但是看看苦海无边的啊。所以学佛人有智慧的，就必须先要去除分别心啊。记住了，经常用平等心的人，他会有般若智慧啊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经常讲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社会上的人呢，精神上的痛苦啊、烦恼啊，其实就是因为自我的失落了啊，就是自我啊，这个在啊在想不通，在难过，在走不出。所以为什么现在一年每年有100万人自杀？因为想不通，因为人现在对物欲啊，他是没有节制的去追求啊。你就讲讲一个人好了，好吃的东西不停的吃，觉得有钱就能吃啊。实际上一个人要恨别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，一个人要愚痴啊，整天的做出来事情让人家吃不消，整天的讲出来的话就像这神经病一样的死盯住别人，然而慢慢的三毒心啊不停的扩张，使很多人呢在物欲当中啊，自己已经成为奴隶了，物欲的奴隶了，还自己没有觉悟，还没有开悟啊。很多人看见别人好了，我也要到最后自己要不到，接下来成为奴隶了，拼命再去打工挣钱，想一定要拿到，结果弄不到，自己做奴隶这么多年，他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在做奴隶了啊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呢 啊自我化特别重啊，什么东西都是个体自我本有的这个自由，而失去了众生的自由啊。现在开车不让人
啊，你要你的自由，但是你失去了众生的自由，结果把人家撞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的人就知道自我价值，不知道有一个众生啊，众生的这个啊，我们说的存在的价值啊，众生的存在实际上它本身啊，就是要去除啊小我，成全大我。所以学佛是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，学佛就是以慈悲心去转化你的嗔怒心啊，啊，就是以智慧心去转化愚痴心啊，就是以布施心去转换贪欲心啊，啊，所以在我们的大乘佛法当中啊，对各种啊这个色空啊断灭空的说法啊，啊并不是特别的赞赏啊，但是啊人啊除了自我的完善，还要啊这个懂得叫诸法平等无二啊，行慈悲利他之行，你这样才会在当今社会当中符合现代的意义，你才会有现代人的精神修养啊。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，一个人要学会无念啊，念念无念，要懂得无相啊，与一切相离一切相，即是无相。在人间当中去除人间的所有的相，那么就是叫离相啊。所以色声相未触法嘛，对不对啊？成住坏空啊，男相女相啊，啊，那色声香味触，然后呢是这个是五相，接下来呢生，生活的生，生在这个世界，住住在这个世界，坏相啊，然后男相女相，这个呢要大家学会的，这叫十相啊，十种相啊。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十种相啊懂得涅槃啊，离一切的虚妄之相，你就顾名无相。因为你无相的人呢，不会染一切啊这个清净啊之心污染，不会污染的，而且懂得因缘，以因缘生，所以只要以因缘生，故无自性啊。诸法唯是空，即空亦为空啊，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了，所有世界上的一切了，就像梦幻泡影了，它本身没自性，也是空无的了啊。所以呢学佛呢不是这么容易的啊，要无念啊，无念就是正念，无念啊并不是叫你啊完全的啊像傻瓜一样的无念，实际上无念是因为你过去经过了这个念有念无之后，然后懂得何谓邪念，何谓正念之后，然后拥有了正念，等到拥有正念之后呢，念善啊，不念恶，然后慢慢的成为叫正念，然后呢慢慢的呢有正念产生了唯念菩提，就是菩萨的念头在心中，然后呢就慢慢的呢就是啊这个涅槃啊，然后慢慢的啊去除啊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啊。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懂得这些道理啊，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啊，有时候呢我们很迷惑，
啊，我们以为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啊发生了之后，哎呀，不应该这样的，不应该那样的，实际上他都根本不懂了啊，这个世界上法无自性的了，缘感而起的，就是缘分的缘了，感应啊，感到了啊，缘感而起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对世界上东西以为为什么他这样，为什么这么，他就住在心中了。所以学佛《金刚经》叫我们无所住，啊，无所住，啊，就不要无所住心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啊放在心中。我们并不是完全不了解他，我们了解了他之后，我们放下了，则非有无，也就是说，你如果不住在心中，哪有是非呀？如果你心中觉得这个事情是对的，是了，那么你心中慢慢就会有非，那哪些是不对的？所以法无自性啊，无自性故啊，啊，无所著着，随缘而生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无念无助，一切随缘。学佛的人学到境界高的时候，啊，完全可以摆脱啊自己那些烦恼的。只是很多人摆脱不了，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啊这个境界无法提升，他没有精进，没有忍辱，没有努力的去想改变自己，所以你永远也改变不了自己啊。所以先要有啊这个想法愿力，想改变他，你慢慢才能改变他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